各位观众，大家好，我是樊金。听说园林有一个很厉害的百元贩卖机，对吧？这有百元贩卖机，但不知道厉不厉害。所以我们今天要去一探究竟，好，出发。所以你说很厉害就是这台？我没有说很厉害啊。谁说很厉害的？我跟你讲说，园林有这个百元贩卖机。你现在很紧张？你要挑战的吗？那我们带钱。你是跟我拿零用钱吗？好。你把我钱过来。啊。哦，这是用日本寄来的、啊。辛普森家族的，还是去路跑的时候可以用。十月七号真的不错，我觉得真的不错。十月七号路跑，不错，好像还不错。我想要滑板。耶。这个是我带的。我们去路跑的时候是可以用的，而且去路跑，而且两个人跑用这个袋子就可以认到对方啊。认屁！就看到我就知道是我的认袋子。耶！又抽中一个束口袋。我们现在已经正式获得两个束口袋，看看，喜欢吗？有没有很感动？我喜欢黑色。好，这台就是园林很特别的百元贩卖机。跟一中街一模一样，各位可以来这边转看，好不好？好，拜拜。A time when we never let go.